好的，我今天所讲的是关于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，很多人觉得很难，就很有压力，也会好像侍奉啊，好像感觉神不去帮助自己，觉得神很远，很难得到神的要求。当我们真的相信神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，当我们真心的亲近神侍奉神的时候，就可以相信神真的很喜悦，我们就可以亲神和喜乐。很多人在侍奉的时候是很有压力的啊，这些人不听话不改变啊，我做的够不够好啊，我是不是侍奉不够好啊，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啊，很多人都有这种压力，在侍奉之中很多压力，也很难有喜乐，一边侍奉一边喜乐，感谢主啊，我有机会侍奉神啊，神喜乐的我可以开心。其实这个就是分辨恩典和律法，平衡恩典和律法啊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与这个主题有关的，就是平衡恩典和律法。让我解释一下啊，因为很多时候人是觉得啊，圣经里面很多教导我要遵从，但很难遵从。首先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律法，神的律法吩咐我们需要遵从神，这个是教导，是的确是应该的，是对的，是好的，是美善的。但问题是我们没有能力完全的遵从律法。然后神的恩典是神为我们做的。第二，神的律法告诉我们神的审判和惩罚，当我们不听话的时候有什么后果。但神的恩典告诉我们神的赦罪和帮助，然后神的律法用来惩罚，用惩罚来推动人遵从啊！我没有亲近神啊，神就给我没有给我力量啊，我力量不够啊，很多人就觉得很难啊，神啊，你什么时候帮助我啊？觉得很难啊。但神的爱和恩典来推动，这个是恩典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可以说神很喜悦我所做的，我其实就会告诉你怎样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。神真的很喜悦我们真心为他做的，因为圣经说什么呢？就是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，你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一杯凉水容易吗？容易。小子容易找到吗？容易。就是我们啊，其实经文是说什么呢？经文是说，你们平时可以录音，录音更好，用你的手机录音，你可以将你的手机放在这里录音，你就可以回去听了。好了，因为很多时候啊，人就觉得很难，怎样做才能讨神的喜悦？你记得马太福音10:41-42说什么了？他说，凡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。你不是先知，但你接待先知，就会得到先知的赏赐，是不是很好啊？很好。啊，你不是先知，你不是牧师，但你接待牧师就得到他的赏赐。然后你找不到先知，你找到一个义人，你接待义人也必得他的赏赐。这个是不是很好啊？你接待人，你善待他，就得到他的赏赐。好了，你找不到先知，也找不到义人，你找到一个小子，然后你就是将一杯凉水给他。耶稣说什么了？因为门徒的名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他是门徒，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，将一杯凉水给你，你就不能不得赏赐。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小子有需要，我就帮助他，耶稣就喜悦了。所以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，做最少的事情在最小的弟兄身上，神也喜悦。我们就可以说，我有祝福人，我有帮助人，我有提升人的灵命，我有传福音，我有建立人的灵命，帮助他侍奉神，神就喜悦。我们就可以整天说，我是做神所吩咐的，神很喜悦。
我亲近神，神就亲近我，他就藏在我的里面。啊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有些人你亲近他，他未必亲近你的，是不是？有些人你亲近他，他不理会你，他觉得你不够资格， 我不会跟你来往。但神不是这样的，你接待他，他就啊，你接待耶稣，耶稣就必定住在你的里面。然后我做一件小事在基督徒的身上，一个小子身上，就不能不得赏赐啊。其实你不用抄每一点，你抄每一点就不听到我说话，你写重点就可以了，重要的写下来啊，其他我的录音都放在这里，你可以慢慢听的，但你现在听最重要。好了，我的意思是什么？恩典推动是什么？神说你坐在先知身上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，坐在义人身上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，你坐在小子的身上也必定不能不得赏赐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每一天亲近神，我就说神很喜悦，这个不是骄傲，我是抓住神的应许。神的应许说我亲近他，他就必定亲近我，我住在他里面，他也必定住在我的里面。所以我就说，我亲近他，他就很喜悦。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说，放在这里，他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这个经文很重要，神因我们喜乐而欢呼。我想问你，有没有人因为你见到你就欢呼啊？你的孩子小的时候可能会，或者是你买东西给他吃，可能他会，是不是？但你没有东西给他吃，他可能没有反应。是什么意思呢？人不会很强烈的回应我们，但神他因你欢欣喜乐，这是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，他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他会见到你，亲近他，他就欢呼，哇，他在亲近我啊。圣经其实讲很多神的回应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都要为他欢喜，是不是？但我们做的不好，我们求神赦免，他就整个天堂，就是包括神和所有的天使，所有的圣徒都一同快乐，他们就很喜乐，很开心。所以神是很有反应的，当我们为神做什么小的事情，神都很喜悦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是恩典推动。律法推动是怎么样呢？你小的时候读书不好，然后你的家人啊，老师啊，告诉你你要读书，例如你不合格，你只有40分。然后你就努力，然后你考到60分，但他们会说什么呢？你只是60分，不要骄傲，你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。好了，你进步80分，你很开心，但可能他对你说，你不要以为80分很厉害啊，你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。然后你99分了，他可能会说，99分差一分你就可以100分了，为什么不100分呢？很多时候人是看到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，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很多是这样的，神啊，我很多亏欠，我做的不够好啊，神啊，你看到我的不好啊，我真的在神面前很亏欠。我以前的教会，我信耶稣的教会，他们每一次上台做见证，第一句话是什么呢？我很亏欠，很多都是这样说，我很亏欠。的确我们是亏欠，但神跟人不同。我想问你，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税吏去到圣殿祷告，这个税吏有没有改变呢？他是不是整个人改变了？已经有没有啊？没有，他只是说他不敢妄天啊，他就是捶胸说啊，我是个罪人啊，求神怜悯我啊。
他只是这样说。然后耶稣就说，这人比那人倒算为义。然后这个行淫是被做的妇人，他有没有做好事啊？没有。但耶稣也赦免他。这是我们看到是这样的，神是看到我们任何时间悔改亲近他，顺从他，服侍他，就是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，神都很喜悦，神都很开心，神都很开心，神就马上喜悦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整天顺从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我今天有祷告，不是骄傲，我有祷告神就喜悦了，我有悔改神就喜悦了，我有帮助人神就喜悦了。不是我们做的完美，我们不是完美，但我们有努力去尊重神，尝试去尊重神，神就喜悦，这是神告诉我们的。但很少人这样教导，为什么？很多人从小的时候都是长大在律法中，你要怪啊，你不怪我就打你了，你怪我才爱你啊，啊，就是长大都是这样的。所以夫妻结婚之前可能很开心啊，恋爱的时候很开心，结了婚之后是怎么样啊？你没有洗碗啊，你不听我的话啊，你没有关心我啊，啊，你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？有没有发觉结婚之后，就是你没有做什么，你还要做什么？有没有这些听到这些话？就是很多，是不是？你就开始觉得哇，结婚很痛苦啊，有些会觉得很困难的，是不是？好像你做很多好事，还是对方看到你做的不好。人就是这样，因为人是活在律法之上，都是看到人的不好，要求人做什么。这样的话，很多人信的耶稣本来是在恩典之中，耶稣无条件赦免我们，无条件爱我们，无条件将很多恩赐赐给我们，圣灵的能力陪伴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本来是很多恩典，是不是？但很多人不是活在恩典，他还是跟从世界的方式，他还是说啊，我有做的不好的地方，因为人是习惯看人的不好。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说啊，我侍奉有些地方做的不好，我们就没有力量，就很疲倦啊，我努力还是做的不够好。但耶稣其实留意耶稣说很多话都是鼓励人的，耶稣说很多话都是鼓励人的，都是欣赏人的，很多话都是欣赏人的，很多话都是告诉人，你做的一件好事我就欣赏你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耶稣说的话很多恩典，但很多时候我们教导圣经，我们用很多律法，你要读圣经，你没有读圣经，你没有悔改，快快悔改，这个是没有错，但他们是用律法推动。怎样恩典推动呢？你亲近神，神就很喜悦，不是说你是完美，但神会回应你，所以你亲近神他就很喜悦，他就亲近你，他就住在你的里面，他就叫你结果子。你遵从神的时候，你就是有福的，听了神的话而遵从的人是有福的，你就是有福的人。你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姐都不能不得赏赐，你关心人的灵魂，连世人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必蒙连续。是我们看到耶稣常常鼓励，是不是常常欣赏，这个是恩典的推动。耶稣的话充满恩典。耶稣有没有指责呢？有指责门徒没有信心，但他马上说什么呢？你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能够移善了，就马上给他们应许。这个就是恩典推动的分别。但恩典推动是遵从神，不是懒惰。我告诉你有一个恩典福音，
恩典福音跟我所讲的是完全不同。恩典福音不讲律法，不讲悔改，有没有听过恩典福音呢？这个是错误的教导。圣经有恩典也有律法，我们需要遵从。耶稣说，凡我所吩咐的就教训他们遵守。耶稣说你要教训他们遵守。在启示录七封书信里面都说到，你们要悔改，回想 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你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所以圣经里面是说遵从要遵从，问题是动力从哪里来。很多的动力是怎么样呢？啊，我做的不够好，我需要悔改啊，我需要遵从啊，啊，我传福音还没有救很多人，我需要努力啊，这个没有错。问题是他的动力是律法。他带了一个人信主，他应该开心的，是不是？但他说我要带两个，他带了两个，我要带更多，我还是不够多，就是总要要求更多，这个没有问题。恩典推动是怎么样了？我带了一个人信主，耶稣就很喜悦了，在天堂都为他欢喜了，天堂整个天堂都欢喜，我也欢喜，哈利路亚，我也欢喜，我带领他信主了，我又可以带另外一个，这个是恩典推动。有没有留意这个分别啊？留意这个分别，有电话打来，要不要接？这个电话有电话打来。好的，好了，好了，我们现在看这个就是恩典推动。我其实再解释一下哈，然后神的律法提醒，第四点，提醒和警告不应该是主要的推动力。我有律法的提醒的。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说什么？这个38年病患的人医好了，耶稣就说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意思是什么呢？犯罪会遭遇的更加厉害，犯罪必定有破坏性。有很多人有这个错误的教导，错误的思想，我有犯罪我求神赦免就可以了，求神赦免神就赦免我啊，我就没事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真心的悔改，神真的赦免，但不是没事。例如你骂你的妻子，你骂他啊，你发怒，然后你发怒完了你后悔啊，你说请你饶恕我，你求神赦免你。但我问你，你的太太有心中有没有伤害啊？有啊。然后你第二天又骂他，然后你就说啊，请你饶恕我，对不起，我又骂你了，哎呀，请你饶恕我啊，你的太太再饶恕你。但有没有伤害啊？你每一天都骂他，每一天都骂他，每一天都请他饶恕。犯罪有破坏性，虽然耶稣会赦免你，尤其是严重的罪，如果犯了奸淫，你求神赦免，你离开这个犯奸淫的女人，你跟她犯奸淫，有没有后果啊？很严重的后果，你的侍奉可能完全的破坏。所以我们知道神会赦免，但这个后果可能很严重。我用一个比喻，我常常教导人怎样处理生命，怎样遵从神，喜乐平安，敬颂遵从神，在神的恩典中。如果你看到我有一天随意发怒，你就说岳牧师，你能教导人，但你不能行。这样的话，你是不是会对我失去信心呢？你就说你能教导人，但你其实没有遵从，就会破坏这个侍奉，是不是？所以明白这一点，犯罪必有破坏性，在我的里面有这个提醒的，我知道犯罪必有破坏性，但这不是我主要的动力。我不是每天说我不要犯罪啊，我犯罪就有惩罚了，我不是这样。我有这个提醒，给谁？我不是有这个，我有这个提醒，但我的内心有饮水机啊，好的，啊，看我，但我的内心是怎么样呢？我遵从神，神就喜悦，神就帮助我，神就与我同在，
神就喜悦我。这样的话，我侍奉就很喜乐平安。我里面是有无限的动力去侍奉神的，我告诉你，我愿意去任何地方有需要的，更新他们的灵命，我很愿意，我乐意去，不是因为我要做，我要做，而是因为我知道人需要，当我祝福他们，他们能够去天堂非常好，他们能够灵命更新非常好，神也很喜悦。但其实我主要不是想着神的赏赐，但我知道神喜悦，所以我每一天都可以喜乐。我告诉你，我醒过来是怎么样了？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！神很喜悦我，亲近他的，所以我可以喜乐，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！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喜乐的，因为圣经说他应我们喜乐和欢呼，所以我们亲近神的时候，可以说我亲近神不是我的什么好，我不是什么好，是神的恩典。当我亲近神，神就很喜悦，他就喜欢，他就祝福我的生命就被提升。这样的话，我是被恩典推动，但我同时有一个提醒，不要犯任何的罪。如果在我的里面有什么轻看人，有什么怒气，我马上告诉自己，怒气轻看人有破坏性。有些人我们看到会觉得他不顺眼，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有些人他们的行为不好，我们就很容易里面就论断，就说这个人不好。耶稣说什么呢？论断人的必被论断。我知道这个破坏性，为什么当我们论断一个人，其实些少的罪，些少的罪在我们心中、心中就能够破坏整团整个生命。如果在里面有一些轻看人啊，这个人不顺眼，他做的不好，我的里面就会有轻看他，有苦毒，有负面的想法，有烦恼。但我是这样的，我看到人的不好，我就说我就是想祝福他，我就是怜悯，神就喜悦，我就想祝福他，我心里面想的就是祝福他，我也知道神喜悦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是被恩典推动。好的，被律法推动是怎么样？是在压力之上、我要做，我要做。被恩典推动是怎么样呢？是被神的爱推动，乐意和轻松遵从。我做什么神都喜悦，遵从神神就喜悦。我做的不够好，马上求神赦免。我不是说我们遵从就是没有罪，没有问题，我们有啊，但有问题我就说神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洗净我的罪，神就很喜悦，他就必定洗净我们的罪。我整天都说我能够侍奉神真好，感谢天父，我能够侍奉你是最好，我能够亲近你真好，神就喜悦，所以我也喜乐，我也轻松，这样好不好啊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马上求神赦免。好了，第二点，被律法推动，做的不好的时候就内疚了。第三，就容易有失败感了，就是啊，我做的不够好。但被恩典推动是怎么呢？充满神的赦罪，神的接纳，遵从神了，就知道神接纳，就有成就感。这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有做的不好的地方，但我看到我做的好的地方，我就感恩，感谢神，我有做的好的地方，我就改善。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，我就求神赦免，求神帮助我改变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去不停的进步，而且是没有压力，没有不开心，是轻轻松松的。如果我有不开心怎么办呢？我就马上说，神爱我，神看重我，我尊重神，神为我预备，我爱神，神为我预备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，神很看重的，所以我知道神喜悦我的，所以我可以喜乐，我会感恩。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说什么呢？所求于管家的需要他有忠心，所求于管家的需要他有忠心。这里说什么呢？我们忠心虽然有些时候做得不够好，不够完美，
但我们已经做了神吩咐的，所求于管教，我们忠心，神就喜悦。所以虽然我们有地方做得不好，我们就求神赦免，帮助我做得更好，但我有尽力去做，我们就可以喜乐。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曾经尽力去亲近神、遵从神、侍奉神？有没有的请你举手。你有曾经有一些地方有努力的去亲近神、遵从神、侍奉神了？有的请你举手。非常好。那你有没有为这个事情开心呢？神很喜乐，神很 喜悦我这样做，我就开心了，哈利路亚。但可能我们会说，有些地方我做得不好，做得不好就改善。但如果注目在做得不好的地方，我们就有压力，就觉得我要好像奴仆的心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是有儿女的心，我做什么好事，天父就看到。这个跟人不同，人是看到我们做得不好。如果我用右手代表做得好的地方，左手代表做得不好的地方，人很多时候是说，啊，我刚才讲到，啊，有一句话讲错了。这里讲到有没有这个经历啊？啊，整篇道都讲得很好，但有一句话讲错了，啊，讲得不好，有没有想过，啊，有没有这个意念？我告诉你，我曾经试过很多次。其实我可以说，啊，我做得很好，但我们总是注目在做得不够好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很容易这样。这样的话，啊，今天你的教友说你做的今天讲的道很好啊，但你说但我说错了一句话，我说的不好啊，我们就注目在这一点，这样的话就常常都是控告内疚，是不是？但神不是这样，神是看到我们做的任何好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做。我们每一天亲近神就有喜乐，这是喜乐的秘诀。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呢？抓住神的应许，我遵从神的地方，神就喜悦，我就可以开心，我就开心去侍奉神。我有做的不好，我悔改，神就喜悦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整天喜乐。我想问你，你是不是整天喜乐的？是真的吗？有没有压力啊？压力是不是喜乐？有些时候你想喜乐，但没有喜乐，是不是？因为有压力。但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都会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。我也知道，我们不是完美，但我总是说我有进步，我就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我就感谢神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越喜乐，越有力量。在神的国度是这样的。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要做得完美才是最好，但神说什么呢？你做什么遵从神的地方，神都很喜悦。我们还没有完美的时候，神已经喜悦了，所以我可以开心，可以信靠神，可以倚靠神，可以开开心心的在神的里面。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。我希望我们改变这个心态，这样的话，当我们教导的时候，每一堂课，每一个讲道，听到人都觉得很喜乐。你可以告诉你的教友，你留心听到，非常好，神都喜悦你的。你讲的话是鼓励人的，神就侧耳而听。圣经说的，当神的敬畏神的人谈论的时候，神就侧耳而听。这个非常美好的句话。你说话的时候，你的老婆有没有侧耳耳听？有些时候有，有些时候没有，是不是？但神会侧耳耳听，为什么呢？是不是我们讲得很好了？是因为神的美善，他看重每一个人。你为神做什么好事，敬畏神的人讨论的时候，神就侧耳而听，而且有纪念册，纪念他们所说的。所以你可以鼓励人，你亲近神，神就很喜悦，我们就可以整天开心。你亲近神你就开心，哈利路亚。你遵从神，你有帮助人，你就开心。但不是骄傲，不是说我做得很完美，我们不是完美，
这个就是恩典推动的分别。恩典推动，我告诉你，有永远的动力。其实我现在已经72岁，我还不想停止。80岁也不想停止，90岁也不想停止。到我死的一分钟，有人来的时候，我还会，如果我能够说话，我就说，神祝福你，我为你祷告。因为我觉得在神里面有很多恩典，我就去喜乐的侍奉神。这样的话就有永远的动力。但律法的动力是怎么样？律法是对的，没有错的，爱神爱人是对的。但动力是律法的话，就要我要。所以很多时候人说你要你要，其实我通常很少用你要的。我怎样说了？当你亲近神，神就侧耳而听，神就亲近你，神就祝福你。我用当你这样，当你这样被凉水给一个小姐，就不能不得赏赐，神就很喜悦你。当你悔改，天上都为你欢喜。我不用你要你要，很多人教导人，你要你要悔改，你要读圣经，这个没有错。我怎样鼓励人读圣经呢？圣经有很多美好的应许，你抓住这些应许，任何一句话，神为爱的人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。当你爱神，神就为你预备这么多，你抓住这个应许，你看了什么应许，你就留心。八福，耶稣开始讲到，就讲到八福，应许我们，谦虚人谦虚，谦虚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、必能饱足，渴慕，饥渴慕义的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耶稣开始讲到，就讲到这些应许，他是很多的应许，所以我们可以整天在这个恩典之中，因为我们是在律法中长大。人都是说你要做什么，你没有做什么，而且很多指责批评你做的不好，所以我们里面很多的批评。你做梦的时候，你的梦中是见到啊很开心啊，还是你梦中的时候是不开心啊，人对你不好啊，有困难啊？这个梦就代表我们的内心，很多内心里面是很多的重担，不开心的。所以耶稣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许你们得安息。好了，在被律法推动就做得不好的时候就有内疚了，然后被恩典推动就充满赦罪和接纳，就我知道神赦免我，遵从神就知道神接纳，就有成就感也喜乐。神，但我不是骄傲，不是骄傲，但我的确有遵从神，我就喜乐。圣经里面有说启示录19章讲到圣徒所穿的这个洁白的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。我们所有遵从神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有两个义有一个义袍，还有这个圣徒所行的义。义袍就是耶稣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，因为神以拯救为义给我们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，好像新郎戴上华冠，又像新妇佩戴装饰。所以我是有耶稣的衣袍在我身上，在神的眼中我可以好像耶稣这样完美。同时我们也有基督徒所行的义，这个洁白的细麻衣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我们说我们所做的好行为都是神做的，不是骄傲，而是神纪念。我知道我的好行为还有不完美，还有罪，求神赦免，神就赦免和纪念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感恩，而且相信我可以为神做更多。但这个不要骄傲，我们为神做无论多少，我都说是神的恩典，我能够侍奉神是恩典，但我可以喜乐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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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耶稣是爱，小孩像爱，我哈哈哈哈。这样的话，你整天就是喜乐，不要有压力，你也不会给人压力。但很多人是给人压力的，你要做什么，你没有做什么，都是整天都是这些话。好了，我们再看第四点，被律法推动，容易去与别人比较，容易去与别人比较，就是说啊，我比他做得更好，比较，然后第五点，容易与想与别人竞争，就是比较要比较更好。但被恩典推动是怎么样？容易去欣赏人、称赞人的努力，乐意去帮助人。我以前在一间名校读书的，在这个学校里面，他们很多都是有补习的老师。这些补习的老师帮助他们怎么样可以考进香港大学？他们很努力的，但他们不会告诉别人他们的秘诀的。这些老师告诉他们，所以他们竞争，要么他们要比其他人好，他们容易进入大学。他不要你进去，你他会自己想进去，但不想别人进去。有些基督徒也有这种心态。我的小组比你的小组更大，我的教会比你的更大，我们就很开心了。啊，别人的教会比我大，就不开心的。但其实在天国不是这样，你帮助别人长大，他们教会增长，神就喜悦。你所做的，神就喜悦。你看到一个人，你帮助他，鼓励他，神就喜悦。所以在恩典推动人，乐意帮助人。跟我一起来的教友为什么来了？因为他们乐意帮助人，他们在我们的聚会都是常常彼此帮助，互相祷告，按手祷告祝福，他们都习惯这样祝福人、辅导人、帮助人聆听他们、关心他们，就是我们训练人都是祝福人的。这样的话，你整个教堂人都是愿意祝福人，这个教会就增长。而且每一个我们都欣赏他们做得很好，你做得非常好，你一起的对共也做得很好，你们侍奉都是很重要的，很宝贵的。你对旁边人说，你的侍奉是很宝贵，很重要。是很重要，你可以开心啊，你对他说，你可以开心啊。你可以喜乐的侍奉啊！是不是更好啊？所以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很多人侍奉都是在劳苦重担之中，因为觉得很大的压力，怎样改变人很大的压力。但如果我们说，我们任何做的好的事情神都喜悦，而且告诉人你所做的遵从神，神都很喜悦。你有罪就悔改，求神帮助你改变，不但是悔改，去改变，神就喜悦。你遵从神，神就喜悦。这样的话，你的喜乐就会散发出来，人就看到你的轻松喜乐。这个就是耶稣的侍奉。耶稣的侍奉就是轻省的，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耶稣是轻轻松松的侍奉，而且耶稣说，是谁的恶？谁的侍奉？耶稣的恶，不是我们的恶，我们就是仆人，是耶稣的恶，是耶稣负责的。我轻松做他的工作，用他的方法。人的方法是律法的方法。你有没有发觉很多人讲圣经都是你要你要你没有没有没有你要你要，是不是很多律法，而且容易控告你做的不好，就对你有不好的面色你做的不好。但我们可以接纳人，接受人，欣赏他们，虽然他们有需要改变的地方，我们还是接受他们，就活在平安喜乐。活在平安喜乐有什么改变呢？
他们就享受神，哈利路亚，亲近神就有力量。我告诉你，我感谢神了。我1998年有一个布道家来到香港为我按手祷告，按手的时候我经历很大的能力进我的里面，好像电流一样，同时很大的爱，哇，这个爱非常的强烈，我就马上哭出来，这个是感动的哭，非常的感动。神啊，原来你的爱是这么真实这么强烈的，你的爱是这么伟大的这么奇妙的啊！我这心里面就非常的感动，我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很感恩神了，你真好你真好，我就每一天很喜悦亲近神。当我喜悦亲近神，然后有教友要求我为他们按手，因为他们也参加这个聚会，他们也看到圣灵的工作，然后他说啊，请你为我按手祷告感谢灵，我就为他们祷告，他们也经历圣灵，我就说神真好，神愿意将神的能力赐给我们，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，所以我就说真好真好。然后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，你做什么遵从神的都神都喜悦，所以可以很轻松。我就发觉这个动力很大，但我辅导很多人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我的压力很大，我觉得神很远，我觉得没有力量，我觉得做得不够好。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这个情况啊？啊，我觉得做得不够好，我觉得没有力量，很多人都是这个情况的。为什么？就是用律法量度自己，他们就说自己做得不够好。但如果问他们有没有遵从神的地方，有啊，但有没有为这些事情感恩喜乐，没有啊，我就是做得不够好，所以不开心。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天想什么神的恩典，人对我们好的地方，这是恩典，不好的地方我们都要思想，但思想过就放手了。人的不好，自己的不好，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就处理，人的不好我们就找方法去帮助，也接受。有些人他们不接受你的帮助，我就为他祷告善待他们，但我不去继续思想。然后自己的不好不要继续思想。人有这个本性，有些时候我们会想到以前做错的事情，有没有啊？以前做错的事情我们都会想，但如果我们都去常常想到这些做的不好做的不够好的地方，我们的里面就会常常有内疚，有压力，没有喜乐。但我们常常想着我能够为神做的，我们就平安，就有喜乐，就乐意去帮助人，神也喜乐。好了，第六点，被律法推动就容易批判自己和别人，容易说、啊、我做的不好。其实批判人呢更容易批判自己的。然后被恩典推动是怎么见到自己和别人的长处和成就就喜乐了，就开心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。神应许很多的恩典，神应许赐给我们无限的力量，无限的恩典。历代志上29:11，我们一起读哈。耶和华话，正大能力荣耀长盛威严都是你的，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国度也是你的，并且你位至高，为万有之首，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，你也治理万事，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使人正大强盛都出于你。这里说什么呢？所有的能力、尊大、人力、荣耀、强盛、威严都是你的，所有一切都是你的，世界和其中所有的都属耶和华，所有一切住在其中、地上其中的都属耶和华，地上地、天上地下都是你的，国度也是你的，你是至高的，为万有之首，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，你也治理万事。虽然很多人不听神的话，但所有都在你的手中。
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使人正大强盛，都出于你。这是他有能力叫我们变为正大强盛，有能力。你可以成为伟大的人，有能力的人。我告诉你，我出生是怎么样的家庭呢？我出生是一个，我的家人是赌博的，是离婚的。当我的父母离婚之后，家中就很多吵架，吵架之后怎么样了？我就开始做梦，做噩梦，而且我就开始有梦游了。我就夜间站起来，然后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然后有些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，有些时候知道，也做很多噩梦，因为家中这个情况。在中学的时候，我曾经做工，我做工的时候赚了钱买衣服，然后我有一天发觉这个衣服没有了，我要出外面，我拿这个衣服没有了，我就问一问去了哪里了，我的家人赌博去卖了，去赌博。我是在这个家庭长大的，如果我跟从我的家庭，我永远我的前途都是不好的。当我信耶稣之后，我真的这个世界真的有神，人这么不好，但神这么美好，我就全心的信靠神。我去读科学的，我去研究很多证据证明有神，有机会我也可以在这三天去讲这个证明神的证据。我真的知道是有神的，当时我就关心很多人不知道神是真实的。我就对神说，我信了主不久，我就说，神啊，如果你想的话，是你的旨意，我愿意成为牧师去服侍你。在我信了主不久之后，神就为我预备。然后后来有人对我说，他愿意帮助我去外国读圣经大学，然后读神学。然后我遇见很多机会提升我的生命，我生命每一方面都很多神迹。但我们愿意跟从神，我们也可以告诉人了，不是我的好啊，我告诉你，不是我的好。我曾经犯过很多罪，我就是做了牧师之后还是曾经犯很多罪，是圣灵充满我之后，我就知道罪的破坏性，我就刻意的不要犯任何的罪，我就刻意的说我不要犯任何的罪，任何负面的罪，任何负面的思想我都不要有，我就处理生命，高度的处理生命，神就提升我的生命，神也会提升你的生命。因为所有的大能大力，使人正大强盛，都出于你。当你活在神的恩典，这是神的方法。其实很多人服侍神的方法，神不喜悦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是有重担，你要遵从啊，你没有遵从，这是控告。谁是昼夜控告弟兄的是谁啊？撒旦魔鬼。但很多基督徒是昼夜控告弟兄的，整天说你做得不好，做得不好，以为这样就能够改变人。是不是很多讲道都是控告？你没有做好啊，你没有做好啊。但我们可以告诉他们，我们有罪就悔改，结果没有错啊，悔改。但我们遵从神，神就很喜悦，同时告诉他们，你遵从神就很喜悦。但如果你有罪，必定悔改，因为罪会带来破坏性，你不要犯罪，恐怕你教育得更加厉害。当你遵从神的时候，你爱神，遵从神，神就有大能大力，使你正大强盛，神都能够帮助的。要如何得着神的祝福呢？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，我们一起读哈。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然后马太六章三十三节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，耶稣说，是，却还不如听神的教而遵守的人有福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四节，你就以耶和华为乐，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。
神是有很多应许，圣经有很多应许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圣经，我曾经有几本圣经，我都用这个有颜色的笔，恩典我用红色，就好像耶稣的宝血，红色的，蓝色是律法、惩罚、警告，然后绿色的也是律法，我们应该怎样做？爱神、爱人、遵从神、敬拜神，这是绿色。蓝色的是警告，我就在我的圣经去画什么颜色、什么颜色。当我做了几本圣经，我都这样画。后来我就发觉，我看到任何经文，我马上看到这个应许；我听到人说话，马上听到他是说律法还是恩典。很多人这样说的：你要努力。他们以为这是鼓励，你要努力，其实这是吩咐。鼓励是什么呢？你遵从神，神就喜悦了。你做得好啊，你神很喜悦，你神就祝福你，这是鼓励，告诉他们神的恩典。但很多人以为你要努力啊，读圣经啊，他以为这是鼓励，这是提醒，这是吩咐。我们应该有吩咐，没有错的。问题是动力从哪里来？动力是从哪里来？从神的应许。你爱神，神就为你预备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恩典。你先求神的国，什么意思呢？我想更多人进入神的天国，更多人得救，我去传福音，也为他们祷告。另外，神的国在哪里呢？听神的道而遵从人，神的国就在哪里。有些人听了道但没有遵从，甚至有些教会听了神的道没有遵从，神的座位是不是在这个教会呢？没有听从，人犯罪不要紧，有没有遵从神呢？没有，神就不是作王了。神在哪里作王啊？我们让神做主的地方，遵从神的地方，神就作王。你的心是不是完全是神作王，还是钱作王，还是你自己作王，你的主意作王，还是神的方法、神的爱？神的方法是什么呢？被恩典推动，我们是被神的爱激励。我想基督的爱也激励我，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是被神的爱推动，被神的爱激励，我们就每一天都喜乐平安，因为神想我们喜乐。所以耶稣说，将杯凉水给小子都不能不得赏赐。然后下面说，听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是有福的，以耶和为乐，耶和就使你成价地的高处。以耶和华为乐是什么意思呢？神有这么多的恩典。有些人说，我没有想到神的恩典，想到神的爱。我就问他，你喜欢吃东西吗？我问你，你喜欢吃东西吗？喜欢。好吃吗？食物 好吃吗？好吃。对身体好吗？好。是谁创造的？神。每一次你吃到好的东西，你就说神啊，你创造的菠萝啊，芒果啊，是不是芒果啊？芒果。芒果啊啊，这些沙子哈鞋子啊，哇，每样都这么好味道，感谢神，利器是不是很好？这些都是神创造，而且神造我们身体很奇妙。其实我们身体很奇妙的，你放松身体会很舒服，因为神创造我们身体很特别。你现在试一试。放松自己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放松，有没有觉得舒服啊？很奇妙的，原来当我们轻松放松自己，深呼吸也很轻松的。但很多人是怎么样？很紧张啊，所以没有舒服，没有力量。但我们用神的方法，以神为乐。神创造的空气真好啊，神创造的身体真好啊，圣灵真好啊，
天堂真好啊，神的计划这么好啊，圣灵的感动这么好啊，我是整天这样想，所以我是常常以神为乐，我想到神就喜悦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太太是非常好的，我对她很好，她也对我很好，我很喜悦她，我很喜欢她。 我来到这里，我一天几次跟她沟通了，但我告诉你，我喜悦神比我喜悦我的太太更强烈很多倍。是神将我的太太赐给我的，她是真的非常美好的太太，非常非常极度美好的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我也珍惜，我也对她好，让她常常活在爱中，这样的话我就常常以神为乐，感谢神了，哈利路亚。我告诉你，我认识韦老师是很奇妙的情况的，他也是听到耶稣对他说话，你去听看看耶稣怎样为人祷告，然后他走过来就感受到圣灵的能力，是神对他说话安排的。我觉得是神也为我安排，这是你爱神的时候，你让以神为乐。神在诗篇三十七篇四节，以耶和华为乐，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我心里所求的就是能够祝福更多人，有神的喜乐，神的平安，有神的智慧，有神的能力。我今天所讲的，我感谢神，是很需要的，因为太多人活在律法之上，很多人觉得很困难。但我告诉你，我不觉得困难，为什么呢？我做什么好事，遵从神，神都喜悦，我轻松喜乐，人都被影响。你是不是今天觉得轻松一点了？哈利路亚，是不是很容易啊？因为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，我遵从神，神就喜悦，所以我可以很轻松的遵从神，我可以喜乐的遵从神，我就可以开心，就有果效，就有果效，你里面有喜乐，有平安，有力量，就是果效。哈利路亚。然后神就将你大能大力赐给你，使你壮大强盛。你想不想？想。你想的话，你用神的方法亲近他。神的方法是什么？我信靠神的美善。神是非常美好，神充满美善，没有一个人像神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好像神的美善。我们就以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，神你真美善，我 以你为乐，你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平安，我的一切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我有神万事足。你用神的方法亲近神，从神得力，你说的话也充满恩典，同时教导人遵从神，活在恩典中遵从神，神就将你放在他的奇妙计划里面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就能查验神的善良、成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，你就能够进入。你想不想？你回去你就充满喜乐，充满力量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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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耶稣喜爱小孩，相爱我，哈利路亚！我现在带领你们去爱慕神，爱慕神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祷告的时候不但去祈求，祷告的时候去爱慕神。我带领你们去敬拜，去敬拜，去爱慕神，去亲近神，不但去唱歌。你们站起来。闭上眼睛，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赞美。
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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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我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我，耶稣，耶稣啊，耶稣，耶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。闭上眼睛，更能够投入。神真奇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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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对我真好，神真爱我，神真。神的平安临到你身上，因为我们常常在喜乐里面，所以我们来的弟兄姐妹有些都会很容易有喜乐。我随时想着耶稣，马上有喜乐。你想着耶稣爱你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主。圣经上告诉我，主耶稣安慰我，主耶稣安慰我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安慰我，圣经上告诉我。主耶稣医治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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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圣经上告诉我。我希望我们都是说神啊，跟从你真好，跟从神最好，爱神最好，享受神的爱最好，以神为乐最好。当我们完全的跟从神，不跟从世界，完全的顺服神，遵从神，神就喜悦。
神就这样大大的恩典赐给我们，你全心的爱神，耶稣我爱你，耶稣我爱你，俯伏俯伏在你面前赞美敬拜你，说神啊你真好，神啊你真好，我全心的感激你，我以神为乐，我喜欢你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我为你做了你都喜悦，我就开心了，我就轻松，求你的灵充满我们，求圣灵临在我们身上，你呼求神，神啊让你的灵浇灌在我们生命中，愿你的灵改变我们，恳求圣灵充满我心，充满我心，恳求圣灵释放我，释放我，恳求圣灵融化我心，融化我心，恳求圣灵改变我，改变我，恳求圣灵充满我心，恳求圣灵释放我，神啊我希望你改变我，你改变我，求你改变我，我将生命献上，我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，是你所喜悦的，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如果你想经历神更多，你来到前面投入，你来到神面前，站在前面，站在前面，我们就为你祷告，你说神啊帮助我们，打开我们的心门，打开我们的心门，渴慕神，神啊我渴慕，每一个呼叫神，神啊我渴慕你，我需要你，耶稣我需要你，耶稣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求你改变我，求你改变我，更新我的生命，提升我去到更高的层次，帮助我建立进入更深的程度，建立我的生命，我需要你，
哦，耶稣，耶稣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耶稣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，充满他的心灵，释放他的灵，哦，释放他的灵，让他经历神的平安、神的喜乐、神的爱、神的平安、神的轻松、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，神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的心灵，改变我们的心灵。哈利路亚！你们在祷告时候感受什么？你感受什么可以说出来的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投入，想着耶稣。哦，哈利路亚。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耶稣啊，我打开我的心门，求你临到我身上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释放我们的灵，释放我们的灵，叫我们轻松平安喜乐，赐平安给我们，释放我们灵，让我们平安喜乐，有力量，有平安。耶稣，我们需要你。哦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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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神的喜乐充满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继续呼叫耶稣，耶稣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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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感受喜乐？喜乐，我喜乐，我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耶稣，耶稣爱你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爱你，耶稣，耶稣爱你。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，耶稣，投入，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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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下重担，烦恼，耶稣，耶稣，亲爱的主，耶稣，我依靠你，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，阿门，神的平安临到我们身上，阿门，耶稣与我们同在。耶稣陪伴我们，耶稣释放我们的灵，阿们，啊，耶稣爱你，将平安喜乐赐给我们，将我们轻轻松松平安喜乐，轻松喜乐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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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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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喜爱小孩像啊我我我，耶稣喜爱小孩像啊我我我，爱小孩像我，在他心上坐。耶稣喜爱小孩像啊我我我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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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耶稣喜爱小孩像爱我，我我。耶稣喜爱小孩像爱我，我我。
爱笑爱上我，在他心上坐。耶稣是爱笑爱上爱我，我感谢天父啊，哈哈哈哈！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。你是不是第一次经历这个喜乐？是的，是的。你可以大声说出来，你的经历是什么？你觉得什么呀？很喜乐，是怎么样的？在里面是怎么样？很喜乐，好像涌出来，是不是？好像走出来，是不是？这个喜乐在里面，你也经历神的能力。现在为他继续祷告，你现在在经历圣灵的能力，你有没有身体在震动？这个是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啊，放松自己啊，放松啊。其他也可以这样呼叫耶稣啊，就好像这样重担都吹出来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，赞美主耶稣，赞美主耶稣。哦，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天父啊，我喜悦你啊，我喜悦你啊，我感激你啊，我感谢你啊，我喜悦你，神真美好，神真美好，耶稣真美好，我感激耶稣，我喜欢耶稣。哦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你们留意身体上有没有觉得平安轻松的感受？在按手的时候，可能你会感受平安轻松的感受，这是圣灵的临在带来的。你留意，你可能留意到一种轻松舒服的感受在身上，可能你们会感受轻松平安，这是神同在带来的。哈利路亚，神啊，祝福。哦，圣灵大大的充满使用提升。哦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天父啊，天父真好啊，天父真好啊，天父真美好啊，天父真美好啊，我感谢神，我感谢神，求神帮助我们经历你更多，经历你的平安、喜乐、爱，你的能力被你更新改变，提升我们的生命。神啊，我们需要你，神啊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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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赞美天父，赞美天父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哈！赞美主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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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了，你们继续闭上眼睛。有谁在刚才祷告的时候感受平安？平安，
轻松舒服的，请你举手。有多少人觉得一种平安轻松的感受？神是可以尽力的。有没有人想分享啊？可以分享的。我刚才头蹦着蹦着疼，你一摸就不疼。然后现在怎么样？但现在呢？现在不同了。不同了。你按到上面就立马就不同。感谢神。还有。心高兴在呀。感谢神。好了好的，我现在就去请你们分享。我会员在祷告。好了，我就去分享。现在谁分享？我就去想你们鼓励，互相鼓励。有谁有什么经历想说的？可以说，你说出来哈。我就感觉心里涌出的喜乐。以前有电流一样的就是什么一样像电流一样的电流，你放松哈，闭上眼睛分享哦，好像电流在里面里面是不是，你投入，你呼叫耶稣，耶稣你大声，耶稣哈利路亚，大声耶稣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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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你呼叫的时候，你呼叫的时候有没有感受？感受什么？呼叫的时候感受什么？有些呼叫马上就会感受喜乐，马上感受平安力量。这个就是你更用更多时间亲近神。你现在你留意圣经里面记载，约翰和扫罗见到耶稣就扑倒地上，其实原文是跌倒。在神的同在强烈的时候，人可以跌倒，不是那么强烈，你会发觉身体摇动。你闭上眼睛，投入耶稣，我爱你，从心里叫出来，耶稣，我爱你。你看看有没有一种能力推动你的身体？啊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闭上眼睛，投入，哦。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呼叫耶稣，啊，耶稣，啊，耶稣，啊，你呼叫的时候，你就发觉有不同的，啊，哈利路亚，这样重担叫出来，其实就是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的心灵开放，就好像这样重担叫出来。我今天晚上当你在、睡觉之前，你都这样爱着神耶稣，你会感受力量加强的。当我放松自己，我想着耶稣，力量就来了，马上就推动我的身体的。这个就是因为我敏感圣灵，里面也喜乐也涌出来，这个慢慢来的。但你首先会感受就是平安轻松轻飘飘的舒服的，也会可能有喜乐有能力的，你就更投入，保持现在的恩膏。这三天的时候，尤其是祷告完之后，你保持，你不要去谈话啊，去玩啊，你集中的祷告，你就更能够保持这个圣灵的临在。你三天之后就有冥想的分别，你回去为人祷告就有冥想的分别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你再闭上眼睛，留意一下。哦，哈利路亚！从心灵叫出来，从心灵叫出来，很重要，是心灵，不是但是口。啊！就好像叫重担叫出来。啊！哈利路亚！啊！